科技创新的浪潮滚滚向前，改变着世界的发展格局，也带来生活方式的变革。我们每个人都享受着科技进步带来的新体验。2023年，海尔主办的生态大会和科技大会在上海召开，国内外的行业科研专家云集于此，共同见证海尔的系列创新产品，以科技创新打造美好生活。创新探索的脚步，海尔始终不曾停歇。验证成功，请开门。2020年，海尔推出全球智慧家庭场景品牌三翼鸟。从提供产品到打造智慧场景，三翼鸟能够为用户提供全屋智慧场景解决方案，创造定制化家居体验，让智慧融入生活的点滴，与用户共同探索家的无限可能。小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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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我是小优，你的智慧生活主理人，我可以将智慧赋予家的每个角落，带给你更丰富的场景体验，让家会学习能进化。从智慧的家电到智慧的家庭，我们深耕了20年，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将最先进的科技应用在家庭领域当中，让创新科技成为生活的陪伴，持续为用户创造惊喜和感动。一切复杂的事情交给自家大佬，交给小优。我们融合了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前沿的科技，推出了海尔自家大佬，开启住居有老的时代，推动智慧家庭从基础的互联走到智慧生活深度体验的阶段。从智慧家电到智慧生活，改变的是企业的创新模式，创新的是用户的生活方式。依托智家体验云平台，三翼鸟开启智慧家庭一站式定制新时代，能够为用户定制衣食住娱全场景的美好生活。小优小优，我在。帮我烤鸡翅。正在为你烹饪凝香鸡翅。三翼鸟是什么？它是一个未来智慧家庭的品牌。到去年，我们推出了1+3+5+N 的这种系统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全屋用水、全屋空气，还有全屋智能。然后再到我们的智慧厨房、智慧客厅、智慧衣帽间，那在这一系列的这种体验上面，我们会做了新的这样子的一个升级，然后再去到他家去为他定制，为他独特去打造的这样子的一个智慧的家，那这一个就免去了用户很多的烦恼。在这2-3年的努力下，我们差不多有1700家啊三翼鸟的门店，那其中我们打造的这种001号深度的这种场景体验店，我们目前有4个这种001号旗舰店，在北京、上海啊、南京和最新开的广州。我们未来给用户打造的家是一个蜜酒离心的家，是一个不断的升级体验的这样家。从无到有，从智慧家电到智慧生活，为满足用户需求持续创新的初心不改，而每个用户的个性化体验则是在不断优化持续提升。我觉得选三翼鸟呢，我觉得是最正确的选择，因为我们平常上班也比较忙，所以根本没有时间。然后现在不光是选家电比较方便了，而且定制啊、成套的可以融合在一起，然后一站式服务，我觉得挺好。三翼鸟我觉得也很放心，让我。我选择三翼鸟呢，就是因为我其实本身就是对这种智能的产品很感兴趣，然后听朋友介绍呢，就来到了三翼鸟这边，然后体验了它的全屋智能之后，就觉得非常好，所以就选择了它。选择产品，首要考虑的是品质，也就是体验。
三亿鸟提供的稳定智慧又丰富的生活体验，离不开其背后的科技支撑。我们致力于创造全新的智慧家庭深度体验，那这里面包括我们自家大佬对用户的理解能力的升级，全屋感知系统的升级，在这一次我们会升级到很多无感的这种智能，就是根据我们对用户在什么样子的状态下更舒服，他自己去触发这种无感的智能，包括我们今天自家大佬的这种理解知识图谱会升级，我们给用户的交付方式会作为新的升级。那这个代表着说我们平台能力从1.0时代会跨越性的走到2.0时代。凭借对用户的需求感知，三亿鸟场景不断升级，已拥有20000多个可选组件，1000多个场景方案。以卡萨帝为例，用户标准丈量科技创新，这种硬核科技的加持也让卡萨帝带来更极致的用户体验，而它也已然成为三亿鸟全屋场景定制中的重要组件。卡萨帝事实上是一个高端的产品的品牌，尤其是在初期我们打造自家大佬打造三亿鸟的场景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的产品更多的是在用卡萨帝的品牌，然后作为我们整个场景品牌解决方案里面的核心的产品，用高端的产品让它能语音控制，让它能够有高端的这种方式去交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选用的产品更多的是卡萨帝的。从零开始再到高端家电品牌第一，卡萨帝每一阶段的革新绝不仅仅是市场数据的增长，更是对用户美好生活的一次次迭代升级。卡萨帝始终紧跟用户需求，通过全球化的科技创新掀起一轮轮技术迭代，看似细微的差距背后却是漫漫技术长征。海尔在全球有10大研发中心，来自世界各地不同领域的专家为攻关同一个技术难题而协作，用原创科技守护每一位用户的极致体验。海尔的用户是在数字化的平台上，所以能更加高效多角度多方式的理解用户和感知用户，并且对用户的需求快速做出反应。用户在哪，创新在哪，海尔的研发中心就应该在哪里。海尔在全球有超过10个研发中心，我们整合我们全球研发中心的他们各自的优势东西，快速的对用户的需求做响应，开发出最适合用户的产品，来满足全球用户的个性化的需求，为我们称之为全球协同。海尔极其重视科研，这是我们的第一生产力。我把部分的新产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先从冰箱开始。今天我们用第二次重新定义什么是高端冰箱。什么是一台好冰箱？不但要将保鲜做到极致，更要实现精致的分类存储，还要创造智慧厨房新体验，实现家电家居的完美融合，创造一体化的空间美学。传统的冰箱呢，因为它的技术是后背和两侧散热的，它摆放到家中的时候必须要留出一个10厘米的这样的一个安全间隙来，空间难于打扫。基于这样的，我们把产品的尺寸和我们的节能方向做了一些迭代和升级，我们做到了2厘米，我们称之为自由嵌入式。在用户体验过程中，他还会觉得空间不想存留，那么我们就继续迭代，我们就会做到0厘米。从10厘米到2厘米，从2厘米到0厘米，看似分毫的改变背后，却是要解决家电行业100多年的难题。没有先例，没有借鉴，更没有相应的技术储备可以应用。敢为人先者从不惧挑战，海尔一直是那个行业的先行者。在这之前没有人成功过，但李成林和团队还是决定趟出一条路来。2016年开始，李成林带领的127人的冰箱零嵌科技团队就通过挖掘现有技术潜力，改善散热效率，将冰箱两侧预留空间从10厘米缩小到2厘米，实现了阶段性突破，引领行业5倍。那同时谈上一个使命，它要匹配咱们这个冰箱面板。
从十厘米到两厘米将近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那么我们从两厘米到零厘米我们花了五年左右的时间。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平嵌的一个场景，那么可以看到我们冰箱完全的嵌到了橱柜里，冰箱可以完全做到一个零。深入无人区求索的五年间，李成林团队坎坷无数，历经20万次实验，先后拿下155项发明专利，迭代出零距离自由嵌入式科技，通过原创的底部前置散热技术，彻底改写冰箱两侧及背部散热的技术路线，将冰箱闪缝距离缩小为零，开创冰箱产品的纯平嵌入新时代。在研发团队看来，满足用户体验只有永恒的探索，没有固定的终点。开创平嵌趋势的卡萨帝正加速从硬件到场景转变，为用户打造健康饮食解决方案，满足用户对品质生活的追求。这次海尔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创新性产品，我们空调，我们复合软风，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吹空调，不会得空调病。空调病是人们使用空调过程中面临的难题，随着用户对空气要求越来越精细化，除了制冷制热的基础需求，更希望空调产生的风量健康舒适。追风不如造风呢，这个点我们实际上是海尔一直在追求的。海尔研发产品呢，一直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去研发的。我们在做用户研究的时候呢，发现很多用户就提出来说，我家空调吹起来怎么感觉这么冷，所以我们后来就想怎么能实现这个凉而不冷这样一个体验呢，既有很好的送风的体验，也有更好的这种温湿度的能效的这种体验，所以后来我们就找到了这样一个双塔软风的科技，它既不影响传统的空调的制冷制热的性能，可以让它最大能量的输出，然后同时呢它的送风的体验也是好的。怎么理解双塔软风呢？简单来说，就像一杯凉水里面混入了热水形成了一种温水，就像呢凉风里边混入了室温的热风形成了一种更加舒适的软风。单纯的制冷制热，这是人们对空调产品的基础要求，从功能性向舒适性转变，创造最好的用户使用体验，这是海尔作为行业领军企业需要思考和突破的。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人体热舒适研究中心。我们来到这个屋呢，是我们模拟用户家的客厅。这正在测试的呢，是我们的星云空调。我们每一个空调在上市之前都要经过热舒适性实验室的测试。大家都有这个体验啊，就是当在夏天的时候，你这个吹空调最有感知的实际上是头部，头部呢是温度低一点，人感觉舒适一点。冬天的时候呢，脚的位置很重要，脚的位置呢是越高越好，这个暖从足生嘛。这样的传感器呢是在这个客厅这个环境里面呢，一共有接近1000个，每一个空调呢在出厂之前都要经过这样的测试，我们测这个环境里面的不同的位置的它的温度、湿度和风速，整个房间里面的温度场和空气的流场。这样的话呢，保证我们每一个产品在出厂之前是满足用户的舒适度要求的。凉而不冷，热而不燥，卡萨帝空调为用户打造的是高端舒适的新感受，用智慧创新科技不断刷新着用户对健康空气的追求与体验。比如说 PM2.5 大家都知道的，还有这个室内甲醛的这种装修的这种污染，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些，所以后来我们就研发出了我们的水氧系空气的这个星云空调，它可以加湿，可以控湿，然后可以很好的去去除室内的 PM2.5 甲醛，包括细菌和病毒，这都可以去除。我们曾经去过欧洲，然后也去过南美，也去过我们的西藏，去找最好的空气在哪儿。我们后来有一个发现，说森林里的空气是最好的，下过雨之后的空气是最好的。我们就想能不能把这样的空气，把这样的净化技术放在家里面去，
所以我们后来就研发了这种水氧洗空器的技术，把大自然中下雨的时候会产生离子水的净化作用搬到家里面去了。温湿静静鲜柔味这么七个维度，如何去打造给用户更好的空气解决方案，这是我们未来的研发方向。我做研发工作是做17年了，你如何去快速的捕捉到或者是挖掘的这种用户的需求，去满足这样的需求，把你的技术变成让用户去满意的一个产品，是我们很高兴很兴奋的一件事情。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必定不会被辜负。2022年家用空调零售市场趋势研究报告显示，在1.5万家市场，卡萨帝空调市场份额达到31%，为高端第一。卡萨帝的独创的射流云风科技已经过7年迭代，获得259项国家专利，主导2项空调器国家标准，填补了舒适性空调领域标准制度的空白。创新产品更是创新体验，是海尔对待产品的态度，也是海尔一直在做的事情，不断超越自己，超越用户的期待。这一点在海尔洗衣机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我们洗衣机 F2 能够让你在家里头能洗羊毛大衣，能够让你的羽绒服洗完以后能够烘干完，你不用再晾晒，简单整理就可以收藏起来。作为行业新物种，卡萨帝中子 F2 洗干集成机的诞生，不仅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洗干方式，更为全球用户带来一场烘户科技革命。市场上目前为止，我们的洗干组合都是这样的：下面是洗衣机，上面是干衣机，它叠放起来的高度是1.7米。那么这个高度啊，对这个中国好多用户来说太高了，甚至有的用户都要踩着小板凳才能去操作。那么我们卡萨帝中子合米集成机啊，率先将洗衣机跟干衣机的功能全部整合到一台机器里面里，那么高度呢从1.7米降到1.5米，这个高度对于用户来说舒适度非常好，没有压迫感，并且呢操作起来特别舒服。仅仅是20厘米的缩减看似平常，但这是洗衣机的一次科技革命，体现着对全球洗衣机行业科技高峰的突破，也彰显着中国品牌科技创新背后的温度。从容量来说它不能缩减，而下头呢洗衣机的高度呢它又不能降低，那么能够压缩的只有是在两个桶之间的这个距离。那么这个结构里边呀，它非常的复杂，如何有效的从40公分降为20公分，压缩50%，这对我们来说难度非常大。那么我们的卡萨帝团队啊，经过3年的时间，推倒了原来传统的结构，重新设计，并且经过反复的试验验证，最终呢，实现了20公分的压缩，啊，达到了我们的机器与用户进行平等对话，抬手不过肩，操作非常舒服。F1 洗干集成机上市仅2年，就在它所在的价位段里占据92%的份额。但对于李文伟团队来说，他们要在 F2 洗干集成机身上带来一次烘干技术革命。有的用户反馈啊，就是他在烘这个羽绒服的时候老是烘不干，如果选的时间短烘不干，如果时间过长过度烘干，并且呢对衣物面料造成损伤。像用户提的这个难题啊，就是我们研发的一个课题。现在的判干方式都是这个接触式的一个金属传感器，当羽绒服有一定的厚度有一定夹层的时候，实际上它是探测不到夹层里面的水的，它只能感知衣物表面的水。下面呢我通过一个透明的水袋来进行一下模拟的演示，大家可以看到，那么这个水袋里面有水，但它外表面是干的，当我把它放到干衣机桶内的时候，它显示屏幕是干的，它无法判断里边是否有水。这也是为什么传统的干衣机无法一次烘好厚重衣服以及带有防水涂层面料的衣物的原因。那同样的水袋，当我把它放到搭载
3D 透视烘干科技的中子 F2 机器内，大家可以看到，屏幕显示时湿度是100，说明它是湿的。3D 透视烘干就相当于我们中子 F2 的一双透视眼，再深藏的水也能看得一清二楚，彻底做到了一干即停。深耕面料专业护理，卡萨帝还推出养护湿洗原创科技，让羊毛大衣实现居家洗护，真正满足用户家庭衣物一站式洗干护养需求。未完美永不妥协是卡萨帝的品牌理念，同时也是我们整个研发团队的座右铭。随着时代发展和用户需求的变化，家不再是承载需求的物理空间，更是归属感、安全感、幸福感的标志。紧抓用户痛点，大胆打破传统思维，颠覆技术引领产品革新的卡萨帝，与三翼鸟的深度结合，舒适健康智慧的生活方式已然走进千家万户。作为物联网时代引领的生态品牌，海尔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家电生产商，海尔生态已然完成了从为用户提供有竞争力的家电产品到给用户提供定制的智慧生活方式的迭代。这是一面懂衣的云镜，是每日穿搭的得力助手，试穿满意的服装可以直接在线购买，接到订单的工厂则可以同步生产。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个产品不仅是一个智慧的终端，背后更是连接着一个巨大的生态。通过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设计、工厂、物流等诸多产业要素都集成于此。瑞华集团坐落于中国针织名城青岛即墨，是一家拥有8家子公司、总资产达10亿元的知名服装企业，它就是这个生态中的一份子。正是得益于身处这一生态之中，它才能有效应对了国际环境变化的冲击，解决了订单减少、生产周期长、物流成本高、库存积压多等难题。我们原来的生产在转型之前，企业是没法满足内贸对于柔性化生产的需求的，这是我们当时面临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吧。卡奥斯之前有给一些其他的服装或者相关企业做了一些成功的案例，它可以针对不同的客户、不同的需求做一些深度的定制化的开发，这也是可能其他平台所不具备的。卡奥斯不仅仅软件做得好，它还整合了很多的硬件的服务商，把软件和硬件之间的这种协同的功能给打通了，这是我们最终选择了卡奥斯来进行合作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针对青岛瑞华集团需求，卡奥斯为瑞华量身打造了软硬件一体的服装制造整体解决方案，人机物高效协同，一场蜕变就此拉开序幕。卡奥斯呢，他们是有一些其他公司的经验，对吧？但是每家公司的情况都不太一样。那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点呢，就是他们的团队要对我们整个的公司的管理、订单还有生产做一个系统性的了解。那我们前期进行了大量的这个调研的工作，我们一天大概要开6场甚至更多的这种调度会，要细致到了解到每一个工位、每一个操作人员的操作习惯，还有我们日常管理中的一些操作问题，然后结合这些细节的问题去汇总，总结出一些系统的解决方案，啊，最终才打造出了一套完全匹配能解决我们问题的系统。在卡奥斯的赋能下，瑞华工厂顺利完成柔性数字化改造，小单快反的生产转型成效凸显，生产管理运作等模式发生了全新的变化。就是基于以上的这些改造吧，我们整体的效率提升了30%以上，啊，这是我们经过一个测算的数据，成本呢下降了50%，因为我们的竞争力提高了，我们呢可以更好的去满足客户的需求了，附加值也提高了150%以上，我们也获得了更多的订单。瑞华集团是卡奥斯生态中颇具代表性的企业，
现在卡奥斯工业互联网模式已经在化工、模具、能源等诸多行业生态中应用。在大健康领域，盈康医生也践行着同样的发展理念。在生命科学、医疗器械、医疗服务领域，孵化出海尔生物和盈康生命两家上市公司。其中，海尔生物医疗坚持以科技创新加速生命科学与医疗创新布局，用数字化解决方案为人们生命健康保驾护航，助力健康城市建设。针对城市疫苗接种安全，海尔生物医疗创新出一瓶同管的智慧疫苗城市网，构建城市新免疫网络，实现精准取苗、零差错、问题疫苗秒冻结、接种全程可追溯，为人们提供安全、优质、便捷、可及的预防接种服务。智慧疫苗大数据监控平台，这有效打破了设备、部门、地域之间的限制，实现了疫苗信息全流程可追溯、数据互联互通，不仅给老百姓带来了更加安全高效的接种体验，从整个区域疫苗管理的角度来说，也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为全区免疫规划服务的分析决策提供了有效的支撑。针对城市用血供需问题，海尔生物医疗创新打造一网协同的智慧血液城市网，创立了城市用血从应急转向预判的科学治理模式，实现从血管到血管全流程追溯和冷链监管，让急救零等待，用血零浪费，信息零距离。针对药品安全管理问题，将低温工业自动化加融入医疗创新场景，海尔生物医疗打造全国首个医院智慧用药全场景数字方案，做到人安全、药安全、高效率、零差错。立足于人们的健康需求，海尔生物医疗正通过一系列数字化的解决方案，构建城市健康生态，助力健康城市建设。在物联网时代，我们的用户变了，它变得越来越个性化，越来越多样化。那为了满足用户的这个需求，加速制造业整个的转型，海尔集团率先把自己30多年来沉淀的制造经验，通过制造技术与新一代的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构建了一个工业互联网的一个平台，也是构建起跨行业、跨区域、跨文化的立体化数字经济赋能的一个新的范式，去推动生态各方共同进化、增值分享，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的发展，也是践行中国制造业要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国家战略。卡奥斯也将发挥自身的作为国家级双跨平台的作用，在产业数字化、数据流通、强链补链等方面持续探索，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打造制造强国和数字中国。海尔的使命是以高科技创新助推行业高质量发展，而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崛起的背后，离不开企业的创新力量。海尔正在源源不断地输出海尔式创新，这种席卷而来的创新浪潮也处处彰显着从制造大国到品牌强国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这种以海尔为代表的创新浪潮，也正在让我们每个人享受着科技进步带来的焕新体验。